选英雄，我都选完了。我靠，中单卡米尔，上面是天使，有点烦哦，有点烦，套路我啊！许高，当时如果。先来个水晶瓶，我希望你们不要挂机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们啦，别挂机啦，行不行？这哥们是斗鱼 TV 的，那这把应该是基本上是拿下了。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众所周知，猴哥出了上单猴和王八，他的位置和英雄都是垃圾，还是给我整几个小动物的头像啊，还。换路吗？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还整几个小表情，你看。噔噔噔噔了噔噔噔。我看我还有什么厉害点的东西？我银马不也还行吗？我这银马。在其他位置拉吧拉鸡吧。你得看这个跟谁打，那钻石以下的，也不钻石以下的，钻一以下的，基本上俺们打啥位置都可以，打啥位置玩什么英雄也都还行，除非我是实在是那英雄操作太费劲，有点操作不了啊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他也是水晶瓶吗？哇，他居然是赛刀出门啊！你有点瞧不起人了呀，这是啊！我操！我不仅车丢了，连我的命也差点没了，可吓死我了！不回去，这回家干嘛？我又没掉血。他要干嘛呀？哎呀，你说我这回还是不回呢？我不回了吧？我回去干啥呀？我一 W 扣我都全吸回来了，我钱也不够。我要钱够我就回去了，钱不够啊，没东西出。打着天使，我想想出什么啊？先出耀光会好一点。他百分比掉血。
我要知道他玩天使，我就不玩的银马了，你知道吗？谁知道他卡密人打中啊？哪有卡密人先玩先打中的呢？不好杀呀，他有闪现，我们等六还可以杀。这没什么好回的意义呀，等个六级吧。我估计他快升了，可能。他生了，插个眼儿的。算了，吃口屎的，看能不能把他杀了啊！这波，他的蓝大招需要100点，不好意思，死定了，直接追着他走啊！追着他抠，等他放闪现，好闪，我得吃个塔皮。细节没用 R， 肯定不用 R 呀，这不能用 R， 他有闪，我们用 R 就等于让他秀。来个耀光，天使蓝不够，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交了一个 E， 他当时的蓝量是89啊。如果他不交这个 E， 那我们可能就不能上。他如果交 E 了的话，他的蓝量不够100点，他是必死的。基本上英雄大招都是要100点蓝，没有说是特别少的。天使也100点吧，英雄大招基本都100点蓝。啊，一不耗蓝了，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哎呦我操，一居然不耗蓝了，这挺八哥呀，这干啥呢？啊？你为啥卡兵线呢？我想想怎么杀他啊！稍等一会儿，可以杀这波。先往后点，把兵线卡住。
逼他跟我们打，他现在没闪现，想杀就能杀，直接追着他把他追死，先攒两级扣啊，先攒两个扣。直接开大，耗点盐，等他开大，不开，确实开了也浪费。如果他直接是我放 R 的时候他放 R， 我们就杀不了了。他必须得反应快一点，他可能都没想到我能杀他。咱俩都同一个物种，拉倒吧。相煎何太急呀，是不是？没必要。这个船我们就不用了。天使不见了，去哪了？你这卡牌为啥不放大了呀？开始你看，你不放大别人就抓你，你看是不是难受不？他马上发工资了，他有萃取，马上发钱了。直接干他一波。我这中路我这没法传呢，怎么死的穴位有点快了呀？这你这卡牌为啥不开大呀？回回走过来呢？怎么？红有没有啊？没有可能。装逼了，我操！哎呀，这个……哎，这天使为啥不开大呀？回回都啊，他是没有大，没学呢吗？这么装逼，装逼了，你还太装逼了，有点为所欲为了。这波送他一个，说句实话，天使有点肥了，有点无敌这种感觉。这卡牌一点节奏也不给呀，也不飞，你看回回的也不飞。飞怎么 fly 呀？啊，不对不对，哎，这个无所谓了。
这真快，够犊子的！艾可以，这卡牌被卡米尔杀了，这卡牌是真是他妈个笨逼！我操了，这卡牌太垃圾了！那我都搁人屁股后头呢，你在这边呢，你飞他干啥呀？你说？ 来来来，这波他妈要打小龙，我决定先来个这个，又一点我们先。现在我们家需要前排。这龙可能是要给了的。我就觉得老头跑的有点快呀，老头乐。真的，这卡牌一点机会也不找啊！那你玩卡牌干啥呀？你玩狗头搁中路跟他 Q 好不好？还能有点用。我就觉得真的这把就玩个狗头就挺好的。 一共啊，17分钟飞了俩大，一个大把自把不知道上哪去了，另外一个大自己死了，一共放了两个大招，我操！nice 呀，小黄毛，哎呦我准呐！ 如果这个小黄毛不甩大，我们还真不一定能打得死。继续，你走，我能跑，你可能不一定能跑得了。 上路高地呀，把破了。中路死了俩，然后卡米尔死了，还行。卡牌单杀了啊？那肯定卡米尔冲塔了，他没冲塔，他不可能杀得了这玩意儿了。100%冲塔了，是不搁塔下死的？ 这把死了一把呀，那一波稍微是有点自己身有点傻逼，这装杯了，我嫌我踹他一脚，我跟他玩的烦了，你知道吧？玩烦了，跟他发木的不想跟他再发木了。脾气上来了，大龙龙女可以打。哎呦我这移动速度178，这老头炸我怎么不掉血呢？
这老头炸我，我掉了十几滴血，我感觉好像。龙女变大了，不好办的。不能打了，这不能打了，这再打这打不下去了。卡牌怎么飞下路去了？开大干啥呀？不用开大了，我们打不起来。别排那个眼儿啊，不打也可以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先把卡密人秒了。等会儿啊，我传送一手。算了，我这传送有点傻逼。哇，死的这么快啊！先把眼儿排了，让他们没有视野啊！别急，别急打，别急打，别急打，两千血，不着急。好。龙女十三级的小鹿十一级，怎么的他们也不能拿得下来，我估计。驾！这波手势是有点傻逼，怎么全回来了？回来的这么快，他们不要小龙了吗？哎西，吃饭吧。小龙也不要，往上龙魂了。去下路吧，我们现在去下路，上路就不去了，上路交给卡牌跟小黄毛啊。来妈来我！哎呀，真傻逼呀，拉林汉呢？怎么有点神志不清了呢？感觉我本来想的是 R 他，我没想踹他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等会儿，我这缓一下，我这人不对劲儿了，我这整个人有点不对劲儿了，你知道吧？有点不对劲儿了。有点犯病了，确实是有点犯病了。
我缓一下。还好，这队友还比较的给力。Nice， 下路塔没了。我们支援过来，还是说把中路塔给拆了？支援过来，来。你给我踹回来，小刚呢？这老头为什么还有大呀？为什么不给队友啊？我有点不行了，我虽微是有点神志不清了，我感觉。我看看啊，这把杀了四个人，我这昏睡了的汉呢？的汉昏睡了，的汉。德汉就即使昏睡成这个样子都一